饼下，压平之后来切一下。我把它直接帮你切。我要买，我还没。鹅蛋。对哦，就是我现在分类，等一下才要开始玩，我现在分类，万里分类就很麻烦。好，这是你的泥土，现在，好，这是你的泥土。你不要拿到姐姐了，姐姐的在这里哦，你切一半，好，还有一半，黄色的是你的地方。你要打喷嚏啊？拿卫生纸，去拿卫生纸。没办法，我现在用。